各位观众们，欢迎来到 Officer CK 的频道。今天我带给大家 Thanos Modding Version 2，也就是 Thanos 的模组，而且这个是第二的版本。为什么呢？第二的版本呢？第二版本是那个创作者呢，他已经有对这个模组稍微的一些的改变 ，OK， 展示做出一些稍微的改变，然后呢，有一些比较真实感的，比如说他的那个 Soul Steel 啊，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Thanos， 如果谁有看那个 Adventure 的 movie，OK，Adventure、okay, Infinity's War 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戏的话呢，你们知道 Thanos 有一个宝石叫做Soul Stone， 然后那个 Soul Stone 呢是专门吸取人类的灵魂进入自己的那个宝石里面。那么呢，之前的时候是这样子射过去罢了，然后呢是没有什么的感觉。那今天呢，我带给大家这个 effect， 然后呢，甚至我还测试所有的那一些 power， 然后呢，甚至呢，我还要叫到一个叫做 Iron Man，OK、okay, Iron Man 的那个 maybe 可能一个 Hammer Drone。的那个机器人来跟我对打，看谁会是胜利者，好吗？好，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我现在要调我的这个模组的这个 gaming 它的 OS， OK custom， OK custom camera，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顺一点啦， OK， 这样子比较顺一点。OK， 来，我们首先测试第一个的那个 power， 就是它直接射过去的那个 stone power shoot， OK。Stone Power Shoot 它是属于那个叫什么 Stone 啊，那个 Purple 色 Color 的 OK Purple 紫色的 Color， 这个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属于 Power Stone， OK Power Stone 啊，看啦、啊、这样子的这个 Power Stone。 好，来我们跳回去一下 Teleport OK， 好，像我们在这诶 OK， 这个我们可以暂时 delete 掉先的，来给它消失掉先，然后呢，我们暂时做一个好笑游戏，比如说 ，Let's say 我们把这个这样子射爆它先 ，OK， 啊 ，OK， 对，哦，它的命比较多，制造混乱的世界 ，OK， 在这个老城的地方地的对这个城市这边制造混乱，然后等待警方来到现场。啊 ，Yeah， baby。射啊！哇吼哟 ！OK， 警察来了，然后射到警察爆炸。OK， 然后来测试第二个 power 给大家看啊。第二个 power 就是 Metro Rain， 也就是 Oh shit， 这个很厉害啊！还这个机关枪射我，很快严重啊！来，我们叫天空的那个什么岩石射下来叫 Metro Stone， 哟。哦、好厉害啊，你有多厉害吗？突然间杀了我，还没有射你就已经死掉了哦、oh, OK， 看这射下来可以叫你岩石物流、哦、还有这个来下来、啊、OK， 这个好赚很多，来我们退后一点点，我们加个最大的岩石，一二三下来，嘣嘣嘣嘣！哎呦 ，OK， 连这直升机也是可以被炸烂的，试看一下。哦，哇哦，这真的是疯狂啊！这个也是，来下来吧。哦 ，OK， 好来，这第三个是 Soul Steel Soul 啊，就是偷那些灵魂。来，我试看偷这个飞虎军队的这个灵魂剑，来。拿你灵魂过来，哇，杀一个灵魂，不会吧？这个呢没有 ，OK， 这个也是偷你的灵魂 ，OK， 啊，直升机将会坠落了 ，OK， 还没有坠落，我要你灵魂，哦，坠落，哇哦，这也是我要你灵魂，啊，给我灵魂吧，我现在多个灵魂啊，哇哦，好多个灵魂啊，还没降落吗？这个？降落，哎呦，这灵魂我要，全部我要，哎，哦，等一下，我再投回去，
都是 OK。灵魂都都全部给我灵魂。也许我的那个盾龙需要啊休息一下的。再回去。灵魂。灵魂，我要灵魂。哇，拿了好多的灵魂啊。OK， 来，我们测试给他们变成石头。如果石头的话呢，就哎呦，那边就射我了。变成石头，我靠！直升机变成石头了，整粒石头。你也是，变石头，石头，哎呦，石头，哇，吼吼吼！石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玩。变水的话呢，啊，变水球，变水，变水。直升机变水 ，OK。安静了，整个城市安静了。We need backup， 找一些 OK， 这个两寸这样德式司机把它给变成动物。OK， 哦，很可怜的小鱼，哎呦，这鱼很可怜喽，这鲨鱼，算鲨鱼吗？另一种鲨鱼，另一种种类的鲨鱼。OK。然后就比如说这辆车子也是可以变的。鲸鱼啊，连鲸鱼都变出来了。OK， Teleport Car Crash 的话呢就类似这样子。他都一辆车飞过去去撞他啦。是没有撞到他，不要紧。这边来 ，OK， 那辆车撞好，飞，还出一辆车从那个 teleport 的那个地点出一辆车出来飞过来，看啦 ，OK， 这边飞一辆车出来，哎呦，这是谁的车？这辆是 travel 车来的嘞 ，travel 车，但是不是 travel 正在驾驶，然后我现在可以拿他们的车子。如果这样拿，那你丢向你可以吗？哇！让你，让你，给我对向，丢向他，丢向。哎呦，这辆车要爆炸，爆炸！哦，还有爆！丢啊！我丢不到。OK， 那我现在用那个 black hole，black hole 就是这一个，飞一个 black hole 在旁边，飞一个 black hole 在这边，飞一个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呦！啊，谁靠近这 black hole 的话，直接被那个 black hole 吸过去啊！哎，看，被吸了，进去没了，对，被吸进去没了。来，我赶快过来吧。black hole 将来把你们给吸进去。这个也把它吸掉哈，这个也把它吸掉哈。哦。OK， 你也是整个吸掉喊他，哎呦，对，吸一个，吸一个啊，过得很好，还有威力，OK， 加点，哇，很厉害，很这个大力，这个大力，这个大力，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吸引力应该会很强吧？但是好像一般各大点掉，一般各大点掉，再多一个 ，OK， 这边。吸你们进，吸你们进，车子也进，哦哟，全部进啊，全部进啊。OK， 哇，这边人也是进啊，哎，再下人，再下人，再降人下一块，有人下呀。这边呢，大力给你。OK， 全部人进去里面，哦，全部进啊，全部进啊，全部进啊，哇，哇，连这边的车也是被吸过去了，那边车也是被吸过去了，吸，哎，这个都进去里面了。OK。Right， 所以现在呢，我在这个高速公路这边，我要测试一个这个任 feature 给大家，就是这个 teleportation， 华语也就叫隐形转速。OK， 那么怎么样就是类似这样的那种 teleportation， 怎么样的那个隐形转速？就比一个例子哈，这边是很多车子走在这个地点嘛，对不对？那么呢，我就如果变一个东西在这边的话呢，你看什么事情会发生 ？Oops， 哇 ，OK。我一走到那边去，我的人是直接变到那个海那边去。那么呢，现在我看一下哪辆车会变去海，看啦、啊。哦吼吼吼，模组坏了，哦、oh, shit。
OK， 所以刚才那个模组突然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那个 teleportation 不能够利用在海洋。那么呢，我们测试一下，如果是山顶的话，会怎么样呢？来测试一下啊，山顶的话就这一条路线。OK， 所以车子将会走向这边。我来测试一下山顶，这边。OK， 来开始吧。啊，帅哦，车子，哎呦，电缆车子帅哦。OK， 看一下啊，这车辆多少辆？车辆会将会过来嘞？喂？OK， 过来哦。Hello，另外两个呢？OK， 过来。OK，第二辆过来哦。他们将会走回同样路线回到去地点哦。哈哈。OK，对，很好笑。OK，车辆都会从天空下来呀、这个算是天空吗？OK，空气中的车辆。OK，这一辆比较大辆了，来开始1、2、3进，嘿，哇，吼吼吼！OK，那么大家你们看一下这一边的一个 setting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显示给啊你们看的 Power Stone。OK，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Metro。那我知道这个什么用处咯，OK。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是 Soul Steal，偷窃那些人的灵魂。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变成石头，看到吗？哎，那 OK，这个变石头，甚至人也是可以变成石头。OK，就比如说我要把它给变石头的话呢，这个人也是要变成石头啊！哎呀，站起来先，他站起来吗？没有。OK，他变成石头了。哎呦，碎掉了。OK，然后第五个是这个 turn water 来变成水，然后第六呢就是变成 monkey 变成动物，看啦、变成一个狗了，一只狗。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从天空下来的那种无名氏的车辆，它会将会过来撞你，这辆车出来撞它。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black hole。这个车子将会被吸进去里面，来被吸吧，吸进去里面。哦，进去里面了，OK，很好。然后现在把这东西 delete 掉先。前面的这一个我也把它给 delete 掉。然后呢，我要测试这一个最后一个，这个是Thanos 所利用的最后一个最强烈的那个 power， 也就是 just a snap of a finger， 50% of the people will die in this world。也就是说，当我一定一下我的这个手势的话呢，所有全世界人将会全世界人的50%将会灭亡。我试看一下，一二三，开始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一二三，开始。咻 ，OK， 有一些人将会被死掉，看，有些人死掉，变灰哦。有一些人已经死掉了，OK。那有一些车子还没有哦，有一些车还有车在这。来试看一下，哎呦，他打我的脸，他自己有跌倒，打我脸，他自己有跌倒。咻。有一些人将会受伤了哦，变灰了。然后来咻再多一次的话，一二三咻，越来越多八千里了，OK，越来越多八千里了，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少人了。车辆已经空了，没有什么人住了。再来是一二三，咻！哎呦！再多一次，爵士一二三，可以越来越少人了，看到吗？可以，我已经按了很多很多次哦。所以呢，它的算法是这样子的。
总共是180仙，一开始是180仙，然后呢，我按了第一次就开始减少58仙，再按了一次，再从58仙内再减少一个58仙，再从58仙剩下的那58仙再减为58仙，所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你们看一下，这整个世界失去人可以简直是说完全没有人存在了。哎，这个少许的人来了，都没有人了，看啦，都已经没人了。全部已经开始没人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Thanos 的那个模组。那我最后一个任务呢，就是跟一个 Iron Man 来跟他对抗，来看一下到底是谁是胜利者啊 ？Create an enemy。OK，Iron Man 下来了，他到底是派出哪一个 Iron Man 来对打的？哎呦，这个好像很强一样 ，Amadron， 我去 ，OK， 哎呀，打我吧。我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打赢蛤蟆了，就是用这个，哈哈哈，搞定了啦，他就这样子倒在地上 ，OK， 赢了。所以就是说呢，无论怎样都好 ，Hammer Drone 啊，那个 Hammer Drone 啊，还是任何的 Iron Man 的那个武力呢，都完全对付不了 Thanos。那么在戏剧里面的话呢，请问 Thanos 到底是被谁打败呢？记得去看。Avenger Infinity War 的结局，也就是在明年将会出。OK， 好了，谢谢各位的观赏，我们在下一集的警察故事游戏，我们再见吧，拜拜。